记者陈立言综合报道。30岁的亚洲王子张根硕近年旅程爆飞崩坏，由他主演的戏剧收视也不甚理想，让他因此被封为收视毒药。近期张根硕在新剧 Switch 改变世界一人分饰两小，饰演检察官及天才骗子。上周该剧播出首集收视便击败推理的女王二空降同档戏剧收视冠军。昨 Switch 改变世界播出第5、6集，张根硕裸上身刺激收视，虽无法突破双位数收视，仍以 6% 及7% 的平均收视稳坐同时段收视一哥宝座。近期自李正旭演出的 Written 于上月底收播南韩三大电视台的水幕剧，周三及周四电视剧收视也跟着冷搜搜，全向右崔江基的推理的女王二座平均收视为6%。韩慧珍、尹尚贤主演的牵着手看夕阳西下则以平均收视3.8%、4.2%底。张根硕在新剧 Switch 改变世界裸上身演出翻摄自 Never。 张根硕近年旅程爆飞崩坏，翻摄自 News 1。